二十日下午在首尔人寺洞举行了某展览的开幕式，邀请了众多艺术家、导演等等共襄盛举，也有许多艺人到场支持。演员李天熙。金佑利、全慧彬、歌手孙丹飞、女团人博队长金在金小露相间，配上甜美微笑，让现场闪光灯闪个不停。